我们说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了，那这就丰富我们本土文化了。这善善是自信，不是善恶的善，有善有恶就不善了。为什么？它有分别执着了。啊，这个善是什么？这个善就是佛经上讲的自信。啊，不二法门那才叫善呐。啊，二就不善了。善恶是两法了，对立了，那不善了。真正的善没有对立。佛家讲性相离事因果是一不是二，这才叫善。这个意思就很深了，跟大乘佛法就圆融了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是的，因为自信圆融一切法，绝对没有会错意思。常寂光里头物质现象没有，精神现象也没有，他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你没有办法想象，你也说不出。他真的存在，永恒存在，不生不灭。起不起作用呢？起作用。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。这个感应道交啊，也很难想象。我们年轻学佛法，老师也没有把这桩事情讲清楚。我们对这个事情总是有怀疑。这个怀疑不是怀疑它有问题。这个在佛法讲疑情。总是有疑，不能断。经过大乘经教长时期的熏习，慢慢的领悟了。这个领悟是悟，是叫解悟，不是证悟。解悟不怀疑了，有道理，道理也懂了。有理嘛，当然有事，有事当然有理。从事上明白了理，从理上呢也了解了事。为什么不能证得呢？起心动念没放下。分别执着比一般人轻了。一般人为什么连解悟他都有那么困难？那么分别执着太重，这是障碍你的悟门。不是证悟，解悟。你看解悟都被障碍了，何况证悟。佛法修行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，彻底放下。布袋和尚表法表到位了。这宋朝时候啊，跟岳飞同时代。布袋和尚弥勒菩萨了。我们中国人称他叫欢喜佛。这是个传奇人物，但是高僧传上有他传记。传记里头不知道他的姓名。没人知道。哪里人也不知道，出现在奉化，浙江奉化，他居住的地方是薛都寺，这个寺庙现在是弥勒菩萨道场，他在那边住过，胖乎乎的，笑眯眯的，每天到外面去化缘，不管人家给什么东西都往布袋上放在里面。有一次在路上
啊，遇到了几个人向他老人家请教什么是佛法，他把布袋往地上一放，两个手啊一垂下来，做出这么一个姿势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这人家看了一看的时候，哦，这放下了。放下之后怎么办呢？他把布袋背上就走了，理也不理人。那他真的答复了，真的讲清楚了。那什么是佛法？放下是佛法。你看看我们的大乘教里，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，放下分别就是菩萨，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，自始至终就是叫你放下啊，放到什么都没有了，连放下也放下了，你就成佛了啊。成佛之后怎么样？提得起，是放得下，提得起啊。啊，那提起来说，提起来普度众生啊，这个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帮助帮忙协助众生，有苦难你得帮他啊，众生在迷惑没有觉悟你得帮助他觉悟啊。用什么方法？讲经教学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用的方法我们都看到了，身行言教啊，他所说的他真做到了啊，身行言教啊，讲经说法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就干这么样事情了啊，30岁开悟，开悟就开始教学。79岁圆寂啊，讲经教学49年啊，他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啊，没有一样不做到啊。他教我们的，你看启蒙啊，啊十善业道他做到了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啊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真做到了，做得干干净净的啊。三皈啊，放下迷邪染，依靠觉正净，这是三皈。他做到了，无界他做到了啊。经教里面教我们放下执着，他做到了；放下分别，他做到了；放下起心动念，他做到了啊。然后告诉你，只要你真正肯放下，无量的智慧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，无量的功德，无量的相好，都是自信本来具足啊。华严经上世尊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真的不是假的啊。慧能大师开悟说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就这个意思。华严上所讲的啊，你放下手，完自信心的都现前啊。无论你学还是不学啊，76根一接触，就彻底明了。啊，是。本能，我们中国老祖宗懂得，
说的太简单了，所以后人呢，多半都曲解了、误解了。啊，老祖宗只说一句话：“本性本善。”《三字经》上放在第一句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那我们看到这个字，马上就望文生义啊，善什么？善恶的善呐、啊？不是的，这不是善恶的善，那我们把它搞错了。啊，我们怎么晓得不是善恶的善呢？用佛经这里面讲的道理来看老祖宗的话。所以汤恩比说得好啊，中国人心量很大了啊，容纳了印度的文化，这外来的文化容纳，而印度的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。我们说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呢，那这就丰富我们本土文化了。这善，善是自信。那不是善恶的善，那有善有恶就不善了。为什么？它有分别执着了。啊，这个善是什么？这个善就是佛经上讲的自性。啊，不二法门那才叫善呐。啊，二就不善了。善恶是两法了，对立了，那不善了。啊，真正的善没有对立。佛家讲性相离事因果是一不是二啊，这才叫善。啊，这个意思就很深了，跟大乘佛法就圆融了。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是的。因为自信圆融一切法。啊，绝对没有会错意思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